冰冰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不如，你要不要跟我们说看看，你是怎么追到高冰冰的？过程中虽然有一点小小的波折，但是冰冰其实还是让我们在一起了。既然不赞成，你刚刚不只说，只是不看好他们两个，那高冰冰又把他当神在拜，两个人一起搞了一间甜点店，你说这算不算败家家酒？如郑清玲、谭氏东森联合献印。